过去三年，我们警大为了防疫，毕业典礼的形式都做了调整。那么现在台湾疫情等级已经降阶，很高兴今天来参加我们警大的毕业典礼，能够当面祝福各位同学毕业快乐。大家都是未来警界的生力军，我相信经过疫情的挑战，各位同学更能感受到警察对社会的重要性。不论是扫黑、打诈、缉毒等治安工作，或者防疫工作，都因为有警察的努力，我们才能维持社会的安全，带给国人一个安心居住的环境。也因此，政府将持续的提升各项软硬体的资源，来支持我们警察同仁。我也期盼跟大家一起，为守护人民和国家贡献心力。我们非常感谢警察同仁的辛劳，除了医疗照顾外，政府会持续的推动警消社会住宅等政策，来给我们警察同仁更多的照顾。包括从7月1号开始，我们将调高警察勤务加级，上个月1号开始，我们也调高了警大跟警专的学生的伙食费。那么今天除了来送给大家毕业祝福，我也对我们各位同学有三个期许。第一，我希望大家能够秉持初衷，对民众的处境感同身受。未来大家将会遇到很多在生活上遭受困难、寻求帮助的民众，希望大家在维护社会正义之外，也能抱持着同理心，带给需要协助的民众最大的温暖和支持。第二个期许，我希望今天的毕业典礼对各位同学来说，不是学习的终点，而是下一阶段学习的开始。大家都知道，随着科技日新月异，犯罪手法也不断的在改变。我期盼大家在工作上持续的学习，与时俱进，共同找出更有成效的方法来打击新兴科技犯罪，一起打造更安全的社会。第三个期许，我希望大家能够促进警察体制的进步和发展。各位同学未来都是有机会在警界担任重要干部，期待各位在各个工作岗位上看到体制内可以更进步的地方，都能够尽自己的力量为警界带来更多的改变，让我们对社会的服务能够更加符合我们民众的需求。我要告诉大家，当各位成为玻璃斯大人，就是面对人民的第一线，更是人民的靠山。我对大家充满信心。借今天这个机会，我要谢谢警大的师长和各位家长对培育警界人才的付出和支持。最后，我要再一次恭喜各位毕业生，祝福大家鹏程万里。谢谢大家，谢谢。